台湾云担忧前一波的扩天昨天买到中国去，不过发电水米云担忧目前已经买到不大买的。今年水米向云担忧平均，虽然因为减产还有做数技术影响的关系，产水的指数比去年还高些，不过品质都得到过好的肯定。啊，地方很希望讲昨天买到还那好，同时大帮加工来提高云担忧全国利用发展地方的农产业。有学者专家最新嘅评鉴团队详细看下云担油，发现今年虽然因为雨量下少，水米云担油减产大概两到三升，不过工业当油油香，无人讲嘅糙米两种欠水嘅情况，通途也有十二到十五途之间红果，国家从造手技术推广，增加造手嘅弹性，稳定云担油生长品质。去年我们在瑞穗乡推的早熟文旦的面积大概是五十公顷，那今年的面积有增加到九十五公顷，它增加了将近一倍左右。我们卖很久了，因为种了大概四五十年，然后所以说其实以前长辈他们就觉得说啊，就是你不用参加比赛，然后可能也卖得完。对，那我们是觉得说，哎，就参加比赛看看啊，然后了解一下自己跟别人的东西的差异。也因为造手技术发达，水米部分云担油到半夜中就已经摘好，也提前卖抢抢了。面对中国市场开放，电到供货量有限，农会表示希望能摆起手开拓多年的销售管道来稳定发展。虽然安尼供不的时间吼就很慢吼，有点就会做下卖贴的啦吼。安尼看慢烟啦吼，伊好的开始吼，咧帮助安尼农民吼，安尼想讲。像讲慢烟未量下未下多啦嘿，产量哦虽然略微减少，但是呢它的品质反而比往年还高，糖度甚至有的可以高达12到15度，算是非常好的品质。除了透过品鉴来提高云担油的品质，水米农会也抽签进行云担油的油批，还有工业的分别加工利用，上网开发相关产品来建立提供完整的云担油产业链。下个新闻，翁小琪发言报道。